你在种田啊？今生解不开。你写一二三，还是 A B C？ Purple Murphy 的疼人的。你在挖一个什么？你要做一条路啊？做一个山洞跟马路，哇！你踩到那个第一名了。你要去哪里啦？太远了啦，要转弯回来吗？这样。我有要拿一个哈利波特的给我，我也要画。拿一个哈利波特，这个是吗？我也要画一个圈圈。我要画一个洞，然后躲到里面去。你也在挖一个山洞吗？嗯，你挖到宝藏了哦。那个是什么宝藏？我要你的鞋子是泥土了。你在挖什么宝藏？哦，挖到那个是什么？树根哦。啊。哦，树根。